那么说嘛，今天有件事儿要和妹妹你商量。苦心，劳动大驾，随我一同进府，你我姐妹同吃同住。这，你要是妹妹不搬进去，住在外头，你想想，我这心里可怎么过意得去呀？再者说，让外人知道了，也有失大家风范，何况妹妹不是已怀有身孕，要生了吗？欢事待等分娩之后再进府去伺候大娘吧。要是妹妹执意不肯搬进去住，那好，那我就搬出来陪着妹妹住，只求妹妹在二爷面前替我美言几句，容我个站脚的地方，服侍妹妹梳头洗脸，我也是愿意的。是，平儿吩咐来旺把我的东西全搬过来。搬来，为妾。